网络流传2013年8月15日晚间22时车祸影片，在男子区男子路与旗南路口，一名机车骑士疑似未注意保持安全距离，追撞前方车辆。本分局虽未接获报案，仍将检视影片违规事实，依据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58条第1项，不依规定保持前后车距离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锾。男子分局呼吁，驾驶人行车务必注意道路状况，并遵守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则，以免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或违规受罚。